OK， 阿哥，即马秋天，即马是上肥的时阵啊。阮海哥，高雕的管理员海哥，哦，就讲啊，无来去钓螃蟹啦。啊，即马阮家用4点要带高雄小蛋，我、哦啊、看阮海哥要带我去对钓螃蟹啊。现在应该拢是回时啊，现在回时啊，吼，啊个咧盖大只，知啊，看海哥迄个有铺螃蟹的图片啊，我一定礼拜去钓的，哦，肥就是肥啊。这拢肥肥啊，迄板头都水啊！今仔日也毋敢钓啊，钓，嘛紧来试看嘛。人生就是需要去挑战看嘛。毋捌钓过，我毋捌钓过迄落。啊，今仔有阮海哥带路一下，咱即摆就开始豆豆仔归，规日时间都充足个啊。现在才3:30。预计到达地点4点啊，应该差不多了。要准备的东西就是扇吧、秋刀鱼啊，还有那个捕蟹神器啊，即卖做流行的物件。迄落物件哦，内底都是一个人啊。人特制的人啊，啊有诶，足侪造型的啦。然后带来底加诶秋刀鱼，尾后加潜落海，潜汤潜金我是毋知影啦，因为即摆我实在是真正无经验。爱准备的就是抑搁一支小旗杆，卷线器，我今仔载地路好像是。2500元的，啊海哥就叫我炸这物件就有够，好呢 ，OK 啦，准备出发喽，出发，来。阮即摆来到新达港啊，即摆互阮海哥教一下看钓组是咩啦北的，我无来学是，槟榔嘛爱炸呢。现在钓螃蟹上新的鱼就对了，来那个最基本的钓组，哇这里上来捕蟹神器，这都上着有杨中华，我做的，我做的这大粒，这个算最基本的，算基本的，如果流水长的时候就换这一颗，各有分帮是吧，重量越重的话相对的讯号也会钝一点点，不会差很多，大致还是要照波子走。OK， 那我们就绑母线吧。线，很简单，什么结都不拘，只要紧不要掉就好了。没线 P 几号啊？这个是5号。P 5号。对，我是正常都是用3号，这是因为忘记带卷线器，所以拿5号的来玩。所以你要例如拢爱下车顶，啊无啊嘛是爱试啊，我都是一个绕个5-6圈就，最后一圈打，然后去打。你那是青菜捕蟹神器，顶管青菜绑起来给你了啊？在八字环上面。好、哦，八字环。捕蟹神器上面一定都会有一个八字環。嘿嘿。如果小组的重量不够，这里还有一个可以加铅，再加重量1-2支8钱都可以。这一个别针 ，OK， 就这样就可以钓了。来，再来，上吧。啊，上吧，上吧，上吧，我加，来对。上吧就是秋刀鱼，秋刀鱼，啊，我有给你买2个清茶花，还是迄、那、落、個。看你要啉啦。那个
也不用太大块，就以这两个基准点的中间，通常我是不会很大的。因为基地我大概都四块支撑。啊，如果你太大，抠出来它就夹外面，它就不进来。要不要投入啊？来来，加者加者。这里有，因为它有四根柱子，尖尖的，阿胖也要小心，不要刺到。好，从中间按一下。OK。安尼就好啊。没有没有，来再来。搁有一个安线吧，吼。对，全部按线。以会紧为主，不需要说要多紧，都不需要。啊，不然带边换去吧，换一换。对。换一套啦。绕过去，我都通常有两圈，我就差不多了。这是第一圈。好，第二圈。来，第二圈绕过去。第二圈绕过去。好，随便一个角落都可以，把它勾紧就好。就这样。好，再来整理线圈，要怎么让螃蟹可以进到这个线中？通常我都是放那，尤其是因为螃蟹有个习性，它都会夹前后这两个地方，从这边夹，这边几率比较少。通常中的五六尾、四尾、五尾都是从这边，这两端头跟尾一样逃了，对吧？对，好大波也弄招来这些。大概就这样。好，没抛头啊。我今仔输赢的就是阿华的捕蟹神器，吼，啊，才有联络电话0918334096啊，然后需要的当找伊订购。即卖目前等拍哥啊落啊。等信号，即摆还要等点外钟啊，阁无好。海阿仔安尼要安怎？阁无好刷位。要刷去倒啊？在内底。阁刷到内底。没错。哇，都麻烦的，大堆装备爱刷。有人带来倒刷。快点。刷到内底面就是烘倒啊呢。无唔对，就是要烘。但呢，唔知蚊子会不会很多啊？最怕蚊子了，再撑一下下试试看，希望看今仔会当钓到未啊？今仔若当钓到，今仔若会当钓到的话是上好啊！希望希望。阿伯即摆咧拼蛇啊，然后有一只蛇啊，伫底下走来走去。海哥中了，海哥中了。红旗。哦哦哦。红旗嘛。哦，海哥接红旗。哦，多只多只。哦，这粗了。哎呦，海哥嘞。一只。来来来。大哥给你放掉。不要过去。哎，过去，不要过去，妹妹，不要过去了。终于等到了，等到了。哦，海哥钓到了。鱼中，我等他用心画。妹妹小心哦，不要踩到杆子。
哎呦，无简单几号啊！哦，无的呢。还用白的哦，啊，这无这无线啊。啊，这我未晓放呢。哎呦，不要踩到杆子哦。哈哈哈！紧嘞，紧嘞。对对。你来看我来吃无偌久尔，收着。啊，就是，我来讲啊，等伊来啊。嗯。这是讲阿咪食两支的。哦，开心开心，真的开心，出的。那得。哎呀，啊钓钓感想啥啦？哦，足爽诶！哦，够好诶，即只要，即只五人鸟有诶哦。诶，阿男鸟手细伊哦。我知影。这是从三点啊变过来好吗？三，看有三条迄落无？嗯。飞起啊！飞起啊！飞起啊！无诶。诶，安尼哦，啊无，啊搁像伊熟个。隔壁大哥又中了，中了一只母的花蟹啊！食到过会心啦，心蛮好个，讲好食。哦，安尼我对你来安尼。我诶嘛无好，拢好好，规丛好好啊！你看拢无加，拢无好。第一抓钓螃蟹，没有钓到。不会觉得很可惜啦，就学经验，当学经验。啊，今仔看看到迄个做捕蟹神器的阿华，今仔日毛过来，啊，看钓有用伊的捕蟹神器，钓到螃蟹，袂歹，真正好用。哎，若是有需要的吼，我拄好有留电话号啦，我会甲拍起来，吼，啊，恁甲看卖，我有甲翕起来。袂歹耍，这个螃蟹嘛真安全嘞，都隔啊趴嘞，啊即摆就要等，本来是需要耐心啊，啊听你讲是讲五分钟若无加，就摕起来搁顶趴一下，安尼搁换一个钓点，运气运气啊。想要尝鲜呢，要试看卖吼，会当甲捕蟹神器的作者阿华吼，我会留伊的电话，爱当甲伊联络者，甲问看讲对倒你贩卖有合作的钓具啊，啊若无就是用栽培的方式吼，安尼，甲到支持者，支持一下吧。让他赚个奶粉钱，哈哈哈！今仔日就到这吧。啊，有机会的话，我再来试钓看嘛。因为螃蟹真正是，唔是我的领域啊。嗯，阮那真正是运气运气。哈哈哈 ！OK 啦，下次见哦。下一部影片见，好，就先这样。开车要回家了 ，Goodbye。